要是走在重庆的街头，看到一个大大的咖啡杯，这时可要记得停下脚步，不然你就要错过 The Lorca 了。这间属于欧美风格的咖啡厅，虽然店面不大，不过悠闲的气氛却掌握得很好，装修与服务都不会让人感到压迫，能够轻松地坐在位子上，看本书，翻翻杂志，吃一块香气浓郁的 cheese 蛋糕，然后轻轻抿一口店家推荐的曼特宁之光，让酸苦和香甜在舌尖融合。品尝咖啡的时候，也在品味着独属于自己的人生。